今天只要有任何一个忍不住下单的粉丝存在，转卖的市场就会更加壮大。你们投入在转卖市场的钱财，不但对创作者没有一点帮助，反而会吸引一波一波又一波的转卖蟑螂前仆后继的冲击各项活动。你能想象你手写给朋友的生日卡片被他用限量手写生日卡的名义高价转售出去的感觉，能有多恶心吗？那就是被转卖的感觉。 Hello，大家好，我是社长 Kuma，好久不见的各位。上回的影片我稍微整理了一些 FF 四十二的奇异现象，我主要 focus 在卡古拉娜娜老师周边发生的事件。但谁又会想到，在上次影片结稿之后，本来被视为全场最爽的日本会师 k o m a s h i d o Sensei。 来台湾从头吃到尾尽享美食的他，大概做梦都不会想到，在现场拿了海量的周边来给他签名的那个粉丝，竟然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大型转卖厨吧。黄牛问题在台湾早已行之有年，甚至有人嚣张到敢露脸接受节目的访问。 完全不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情有多恶心多离谱。没错，那个人，那个大黄牛，这回 F F 四十二他又回来了。他大手一挥，横扫了场内所有日本会师的签名周边，而且不止场内的商品，因为这回 Poduka 跟百鬼的会师妈妈都有到现场，他也把家里的 Poduka 和百鬼的周边都拿来给会师本人签名。 增加价值，回家立刻上家拍卖，开价还相当的霹雳。朋友卡的千卡一张就开价五千元，其他老师周边的价格也都是几千几千的开，装都不装，演都不演，直接把人家会师当成印钞机。如此肆无忌惮的黄牛行为，被看不下去的粉丝转上了推特，好死不死还被扣马西多三岁。 本人看到了，我真的不希望看到这种事情发生。我不觉得我自己有给人签名的资格，所以给人签名这件事情本来我就不是很上心。但即便我这么觉得，粉丝还是想要，所以我还是签了，真的很令人糟心。此等黄牛行为让老师本来完美的台湾之旅缺了脚不说，还顺手败坏了台湾粉丝们的形象，惹得日本、台湾两边都人人喊打。同时，他也引起了我的注意，毕竟我从未见过如此。 厚颜无耻之人！调查证人的真身也没花我太多力气，因为我稍微往留言区一划，我就看到了这张图。古圈圈，我们就先叫他古的掰吧。在去年七月，由曼迪主办的“孤独摇滚”小孤独声优青山吉能的见面会，只要购买限量一百五十份两千两百块的周边套组，就能获得与青山吉能本人见面并获得签名色纸的机会。但这位古的掰在买到周边之后，明晃晃的把这次见面会的资格上架转售，开价一万两。 千元爽赚近六倍，比美香还赚。这么夸张的转卖行为，马上被曼迪官方发现，直接被取消见面会资格之余，还被发了公告游街示众。能有此等尊爵待遇，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前就你 Goodbye 一人尊爵不凡啊。这边建议他可以把这张公告也印下来转卖，绝对稀有。 想必大家应该也猜到了，今天能被我拿出来做成节目的人，怎么可能这么简单？这人可不只是野生的转卖出 Goodbye，而是一间注册在案的公司蓝宝动漫周边小铺的唯一负责人古正哲。 这间蓝宝动漫周边小铺名为小铺，实则一点也不小。Mr. 谷纵横沙场多年，尤其对取得亲签方面相当的有一套。光是 FF 四十二，他取得的亲签就包含了 Candy Club Sky 老师的亲签色纸，外加四张会场限定拍立得，Miguel 老师的亲签亚克力套组，山本和之老师的亲签新刊，莫吉厂的亲签新刊套组，狼狈亭阿塔 a 塔老师的签名色纸两张，马西老师的亲绘色纸和签。 名卡片，伊之萌的亲签和新刊写真，最后还有大家想要却抢不到的限量十二份的亲濑老师的亲笔签绘，而且不止同人活动，放眼台湾代理商举办过所有的动漫活动，木棉花、曼迪、亲文、林邦、尖端，只要有亲签的地方就有他的身影，甚至连 m i z u k i 的亲签也不放过，开价一万八盘上天。你们来参加活动是来干什么的呢？是来推偶像，是来跟声优互动，是来表现你对这个作品的爱的吗？ 这格局就小了。咱们古老板来这儿是来进货的，是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怎么你的哈，人家可是把怨念物送到粉丝手上的大善人呐、啊。 如果他以后不进货了，那想买的粉丝买不到了，你要负责吗？你又怎么有帮那个无论花多少钱都想要的粉丝说话的资格呢？当然，这些只是玩笑话。然而，很悲伤的是，有人好像真的是这么想的。有些粉丝觉得，无论花上多少钱，只要可以拿到我推的亲签，哪怕是黄牛也在所不辞。这就是我对我推。 爱的重量，对于这些铁粉如此义无反顾、热情如火的示爱，我忍心说他们错吗？这个呢，当然可以，不但可以，我还觉得 it's my duty to find you out。亲笔签名是什么东西？是一个创作者对粉丝的 fan service，是创作者给予来场粉丝的一个小小纪念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的推亲手写给你的一张感谢卡，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个人纪念品。 价值远远不只是那一张纸。 但转卖处的逻辑就是，我今天进场拿到这东西，我要怎么处理是我的事。而且今天会买我签名的人，难道他们不是粉丝吗？他也不会糟蹋这个高价收藏品，我就只是赚点油水而已。怎么你了？说的不错，转卖这件事情并不违法，在法律上我确实无话可说。但签名能被高价转卖，代表着什么意思呢？代表这东西有价值、有市场、有利可图。秉着有钱不赚王八蛋的。 铁律：你们越是出高价收购，签名现场出现的乐色转卖处就会越多。就是你们那不计成本的需求，给的转卖行业成长的资本。现在这位古先生都吸你们的油水，吸到开公司了，都恶心到会师本人了。你们还要因为想买他那些 overpriced 货品而为他护航吗？ 凭什么？凭他靠社团入场，轻松抢到你们梦寐以求七奈老师签会的实力吗？凭他一边把跟一之萌的合照当 L v 头贴，一边把人家的签名上架转卖的无耻力吗？还是凭他炒高价格，让你们可以展现自己财力给偶像看的那份虚荣吗？更别说转卖除对创作者的伤害是实际存在的。除了这次马西多先生看到 Mr. 谷而生气的事件之外，转卖除者到原创作者的事件可说是一抓一大把。知名会师 c y t o n a k i 就在最近。 发现自己签的一张神奇宝贝卡片被当时一名自称铁粉且绝对会把这张卡片当成传家宝的中国粉丝阿奇 a 转卖给卡店，并标上了一千五百万日元的天价时，感到非常的难过，无奈地表示：“虽然那是他的东西，我不能说什么，但是我有点害怕，大概短时间内难以出席公开活动了。”最后，他还发出了灵魂的呐喊：“阿奇 a 我还清楚记得你的长相啊，VTuber 伊 n a b a h a n e d 发现在一年前抽到自己亲笔签名挂轴的粉丝，竟然把亲签挂轴挂上拍卖网站，并开价六万九千元，气得他直接截图标记那位粉丝开呛：“这是你吗？反正绝对卖不掉的，不如你就用货到付款直接寄到我事务所吧。”方文社知名动画《New Game》的作者德能正太郎老师，在二零一二年 FF 二十来台湾的时候，发现自己签给粉丝的亲笔签绘，竟然被台湾。 粉丝丢上日本的雅虎、ah、拍卖无情转售，让他十分恼火。作为第 n 次被转卖出坑的知名漫画家，德能老师当下表示，千惠已经只会给寄给自己手写粉丝信的粉丝了。但是，即便加了粉丝的署名，还是会被涂黑转卖，实在防不胜防。 根据这几件事情，应该就足以证明转卖这件事情对创作者本身或多或少是有实质上的伤害的。如果这样都还不足以让你相信，那不如我们就听听本人是怎么说的吧。突击以前摆摊的时候呢，两天都会有一个呃试出的名额，就是呃千会的服务，这样能够让真的很喜欢突击的人呢得到突击、呃、的千会。但发现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啊，都是固定那几个人。然后后来我也抓到几个固定的人，确实就是转卖出，在网络上。 你看到的那些被转卖出去的签名版，呃，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在场上提供签回的服务。那当然就有点因噎废食。不过我发现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转卖，就觉得还蛮难过的。可以回想起当初他们在你面前那个那个样子、那个表情，结果他们竟然是干转卖，我就觉得我就觉得很不行。希望不要再有转卖的事情发生了呢。 高价转卖这件事我是知道的，所以有段时间我在会场不签签名版，读者拿本子签名，我会说需要附名字，但我也不想特别去强制这个部分。我相信在我面前的读者是因为喜欢我的图才请我签，如果有一天这份信任崩坏了，那会是很令人难过的状况。听完这些，你还觉得这对创作者没有任何影响吗？Come on man！ 今天只要任何一个忍不住下单的粉丝存在，转卖的市场就会更加壮大。你们投入在转卖市场的钱财，不但对创作者没有一点帮助，反而会吸引一波一波又一波的转卖蟑螂前仆后继地冲击各项活动，逼着你的推必须用面对粉丝的热脸去贴一堆只把它当印钞机的黄牛冷屁股。告诉我，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铁粉精神吗？Don't make me laugh.